水枪，今天呢就是要来测超抗晕二点零眉笔究竟是否真的很抗晕又防水。那今天呢特别不一样的挑战可以选择，那呢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就是用水枪来测，那呢用水枪的话奖金300块，然后加赠品。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第二项水球的话，它就有1000块奖金加赠品，1000块奖金。Let's go。而且最高奖金1000元，我们的小编大图集真的是越来越狂啦！到底谁能把我们1000元奖金夺回家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现在先来上我们的就是眉毛，然后等一下就来挑战，来吧，来。我们家的眉笔可以让你轻松描框，刷开之后又像眉粉一样自然，不用害怕画眉毛像贴2块海苔一样哦。那你知道水球就那么多，那你要哪一个？哇，水球好，那我们水球来，那我们先上装备啊，来，那我们完成装备啦，海之威嗨跑，你的心情现在如何？有点害怕，紧张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终极关卡水球，3、2、1，哇，你看那个水就这样往眉毛冲下去，依然还是不掉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我戳，我戳，我戳戳戳，一样不掉。因为我们家的眉笔是眉胶质地，所以不但好画又显色，重点是超级抗晕呢。感觉现在心情如何？好湿，好湿。这都没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哈哈哈，开心。那我想要确认一下，就是来帮我总结一下，就是这个眉笔的优点：很软，很好画，显色，很饱和，也很防水。真的，真的，耶！挑战成功，开心啊！开心，耶！1000元奖金的魅力真的无法抵挡，就算在街头玩水球也愿意啦。今天有画眉吗？打开给大家看。很好 Q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上装备，然后抗晕二 A 眉笔就是好细好画又防水抗晕，所以先请你帮我就是直接打开。那我们的眉笔它就是转出跟转入，所以就转咪咪咪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们的亚麻色真的超好看又自然，这里还有眉毛之后整个五官都立体了起来，哎，真是太美了。好了，完成。那现在呢，现在访问一下，就是刚刚就是你在画眉毛的过程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好上色，比较细，然后画这样比较上色。那你觉得就是这个颜色你喜欢吗？亚麻色还蛮符合大头发。那现在再来就是挑战水球，来上装备，来，头发的女子，请朋友来帮我们刺破这个水球。觉得你现在紧张吗？好一点，超级好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上关卡喽！3、2、1，有紧张吗？2、1，那你紧张一下，来，好的，2、1。没掉，耶、这样体验下来，就是你觉得它真的是抗晕啊，抗晕防水吗？抗晕。红包这边就送给你啦，来，那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确实有值1000块，不要说我们骗你嘛。对，耶，刚成功耶！哎呦，捕捉到男孩儿，一听到有1000元奖金，立马二话不说就答应我们了，哈哈哈。终于捕捉到一个就是男性同胞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我们一样要来画眉毛，来，不要以为男生画不到眉毛啊，一定还是会碰到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上眉毛，来，哎，平常会画眉毛吗？不会啊。好，那我来帮你画好了，辛苦我一下啊，来，好，没关系，问到。访问一下，就是刚刚就是你觉得画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比较有神，比较有精神，但这眉尾都就眉尾这边都感觉很淡，然后画完之后就感觉比较有气色的感觉，比较平的感觉。好，没有错。那呢，我们的眉笔不止好看又好画，重点是要防水抗晕。所以我想要询问一下，你等一下想要接受怎样的就是关卡？我们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用水枪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有奖金200块加赠品；第二种就是水球，那我们奖金就是1000块加赠品。哦，1000块，你要哪一种？水球，对嘛？再不你知道水球，钱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水球。那我们现在请阿朋友帮他戳破水了，就是报仇的时刻啊！来，紧不紧张？紧张，很紧张。都这么玩的，那你们看有没有防水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来啊，防水啊！请上来，预备，3、2、1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错，没错，好冷。
抓一下眉毛，抓一下眉毛，抓眉毛，然后手，看手，看手。有没有掉？没有，没掉，有掉吗？没掉，没掉。好爽。然后给镜头看一下有没有掉，没有掉，没掉。觉得就是这样使用过，感觉怎么样？就骑摩托车也不用怕下雨啊，而且现在准备要夏天了，所以就这种抗晕的，我觉得应该会蛮不错的。是不是？没错。先是不是需要画眉毛？我觉得需要，真的看起来有很多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夏日必备品，必备神器，有没有？夏日必备神器。没有错，炎炎夏天即将来临，出海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一支我们的超抗晕2MM 眉笔啊！就算下雨骑车，再也不用担心眉毛掉光光。我们的眉笔2MM 设计，让你轻松上手好描绘，而且因为是眉胶质地，让你刷开后超自然，又超级防水抗晕啊！不论是男孩女孩都必备的神器啊！有这样的眉毛，让你五官更立体；有这样的眉毛，让你变得超有神。不多说了，小编也要带着我们家的眉笔冲海边喽！我们的超抗晕2MM 眉笔，下次海边见啦！KUP